要为各位介绍的是今天要来到台南市的梦时代里面的海港城自助餐。我今天用餐的时段是在下午茶的时段，一般我们都会搭电梯到达四楼这个海港城自助餐，排队的人潮非常非常的多啊，这是我在门口所拍的。那我们就依序时间到的时候依序的进入用餐区，但是因为人潮很多，他们带领的工作人员一一的帮客人带入座，那所以说我们在门口稍微的有稍微排一下队，因为今天是礼拜六，人也非常的多，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去排队，在台湾排队是很正常的。那好不容易有领班人员带着我们到达我们今天一定要用餐的位置上，已经很多人进来了，所以说看到很多人已经在取餐了。吃自助餐就是慢慢的吃也不敢，反正我们就时间上从下午的2:30一直用餐到下午的4:30，足足2个小时，忙得想要受美食。好了，到达我们坐的位置了，开吃喽。但我吃自助餐不会吃那么久，大概一个多小时就饱了。好好吃哦，但我米太没了。这边的酱油没有高手。牛排酱好好吃哦！看刚吃完了，这一片吃点水果，腌制的蛮多。酸酸甜甜，吃起来就跟它的绰号一样，叫做情人果。说虾子有几只脚，我不是专家的，不过以目前看起来它应该是10只脚，但是不包括前面的它前面这边的光脚的部分。公的母的不知道，我吃完就知道了。我要开始用餐，第三轮的牛排。你要问我这只牛是公的还是母的，这我没办法。我想应该是很好吃的牛肉，好吃。这边的牛排酱确实到位，确实很好吃。我想证明健康牛排好吃，所以说再拿个第二次。这应该是蘑菇酱，我儿子帮我拿的。
儿时，鸡蛋炒鸡蛋也变成一道菜了。如果你说那种，瞬间把香鱼给吃掉了。香鱼现在价格还是蛮高，一般在餐厅用的香鱼大概都是用公的，不会用母的，因为价格都不一样。整体来讲，香鱼好吃，只是它供应的量过去比较空空空有限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因为今天是加，所以说呢，很多一般香鱼就大概就可以吃。伯克金的啤酒，这是伯克金的啤酒。这边的啤酒，小麦的，那伯克金的小麦啊，黄金，还有台啤，还有三种酒可以。饮料是有很多，可以把刚刚还没有吃完的糖果干给吃完。这已经忘记拿第几盘了。这两只螃蟹，我确定它们应该都是公的，为什么头部部都可以看到 ？OK， 继续吃。吃螃蟹喽！终于花了三天三夜才把那两只螃蟹给解体吃掉了。整体来说，海鲜还可以，只是现在不是真正的螃蟹吃螃蟹的季节。螃蟹的季节应该是在中秋的前后。我们刚才吃了螃蟹，那两只靠近镜头的那一只还带一点蟹膏，靠近我这边的一只基本上是所谓的帕帕，帕帕就是它的肉比较不扎实。还 OK， 终于花了三天三夜，这两只螃蟹给分解了。吃那么多，今天整体来讲还是。牛排比较好吃，所以说我就去拿几份牛排继续吃我的牛排。这个三分钟就把它解决掉。这一盘应该是吃完大概就撑了，因为什么？喝了啤酒需要吃一点食物。那实际上呢，再去绕了一下，看了一下所有的菜，我刚刚没有吃。现在是一样，都想一点点来品尝看看，有蜜汁火腿，有披萨，还有鹌鹑卤蛋，啊，这个是芝麻花球，那当然还有鱼呀、啊，五大肠、牛肉、羊肉，该有的都有，就是这样，开始用了。吃到一半发现一件事。这个玛格丽拉披萨里面居然有画九层塔，很特别，可能是入境水土。瞬间要把它吃完，
挺饱的，就来吃自助餐觉得不划算，因为就是不划算，因为我们的食量不是非常非常大，这种东西能比较大足够。借鉴到用餐的人生，最后又去拿东西和大家整理，说今天的餐点都是完成。他那边蛋糕的话，刚刚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有拍他东西做，大概33种蛋糕类，非常多。刚刚去看了冰淇淋，一个人在排队，我就把它收藏。他有80多冰淇淋，等一下试着看，我跟你们有的时候再进。所以水果呢，家里冰箱还一堆，所以说没打算这边吃水果。我开始吃我的甜品，刚刚吃了布丁，真的好吃，所以说又加了一点。看我的表情，你就知道布丁好不好吃。旁边的美女，老美女说表情有够贱，那我再示范一次更贱的表情。哇！第一次吃到这么干净，干不干净啊？
OK， 基本上今天的影片大概就介绍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感谢您。身后还有人在用餐，我差不多也该走了。